什么？你们两个不要吵哦！嘘嘘嘘！别来乱干！这么高级呀？有没有高级？吃饭呢？别来乱干！吃饭呢？帅哥，这么胖，帅哥你这么胖，还帅哥也变这么胖哦。哇哇，哔哔哔哔哔哔不是哔哔。哎，哎呀，没关系，这样也很漂亮。好乖哦，都没有吵嘞。都小心翼翼的吃了。哦，真的。嗯。都每天喂两颗吗？哦，不止哦。不止哦。他看到我，他以为他就要可以吃，我就让他吃了。哦，对，他们都要表现良好。对。因为放里面他们就不珍惜，所以就要那个有喂的。摆错边了。哦，这边。好，很棒。哈哈哈。Very good。红红来。红红来。好，好，腾腾来这边，这边过来，嗯，很棒，他们会好好等。来，该红红了，会抢哦，你看，不行，还真的会抢。对啊，腾腾来这边，现在很棒，好，不可以。快打打，过来这边，你过来这边，红红过来这边，红红过来这边，这垫子是怎么跑进去的？没有，哎，哦，说死了，说死你了，笑死了，没有，那给它绑在一起，让它不打开。嗯嗯，好好好。对对对，好了，快来吃。现在太开心有瓜子了，一定要吃到，所以很激动。等等来，看他们很激动要吃瓜子，好，好开心啊！我吃到了哈，开心哈！看妈妈对你们多好。好啦，你还知道换地方了。来，红红来，红红来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。他们有时候吃不到啊，都掉到下面，就是很容易就掉下去了。腾腾来，然后这种给鸟吃的瓜子里面都没什么肉啊，人吃的肉比较大块，它比较小啊。对，比较小。但是人吃的也不行啊，人吃的它有经过太咸太咸，它有经过那个的处理，对，不行，鸟会不能吃，因为他们的身体很小，不能代谢。对。咕叽，怎么那么高级呀？啦啦啦啦啦！